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哎，帮我杀毒龙啊！杀错人了。你不要每次都搞那个小小。哎呦我的天！出雷锤的话就是加力量了，出魔晶的话要往上面拱嘛，你不往上面拱，魔晶效果打不出来。单杀，这波说实话，杀得很勉强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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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点炸了。好吧，宣判我死了。啊！我操，没关到他。白影呢？别怼我，让我尴尬。太尴尬了。应该是打野吧，在野区。在上漏了，然后又来我们野区了。还有个马格纳斯。没，我没 TP。我操！我操！这边也太痛了吧！这边，我操！人太多了，感觉其实这把蝴蝶也挺好的。墓碑，跟我走呀！我都要被抓了，快走吧，打不了，好打。
尿了尿了尿了，兄弟们，我他妈吓尿了，我操！发布，买活啦！买活啦！啊！隐身了。买了买了，我走不上去。买了买了，小心啊！啊，这起码距离这么远吗？隐身了，兄弟们，隐身了。看着打，可以看着打吗？你俩带个宝石吗？我带吗？看我带啥？你把粉丢掉。学会了吗，这一波，兄弟们？我他妈弱了！哎，他妈的，我真是操！我真是他妈的操！啊！要活，希望活了，然后下个我也玩。我就不跟你打，就拆你家，一点机会都不给，好吧？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！
我去上游了，你们下路扛扛压。我还有一个大，我还有一个大。白牛踢上了，我操！啊！漂亮漂亮！哎呀！没有，这个就是以太啊，以太特别远。这个白牛开了，我靠！就我操，没错，我没蓝了，我要回家了，忘记了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带出玲珑心哦，应该是血晶石。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看钢贝啊，走一下，钢贝来了。位置不好，位置不好。宙斯有机会。开壳，开壳，开壳！被抓了！先走，先走。走一下，走一下。我一直省大是因为我很想杀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，我很想杀，我就是这个大招我想留给关键人物，我不想杀几个废物。秒了，你看，拉扯一下，我没大了。哇，两个老六，我操！看一下冰龙啊，冰龙被抓了。我没技能啊，你们先走一下，拉扯一下。他 BKB 了 ，BKB 了，有盾是吧？杀了杀了，这儿的。就两个，就两个。哎，坏了，下不来，坏了。
把这个白牛杀了他。前去战斗。我想抓一个单头机会真难啊。差一个，这个位置呢，蹲到剧毒。白牛开威后，开隐身了。就秒他们家一号位啊，看到一号位就是一个跳杨旭林大。我高地是因为我这边有延迟啊，为了防一些不能过审的内容，我有延迟，为了能关直播间。Hello, I'm Sumia.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